哎呀！好像这样站着好像不好下来，这个台阶。大家那个没点关注的把关注点起来好吗？把关注点起来，把灯牌亮起来，明天你回家呢才不会迷失回家的啊，才能找到回家的路。现在我们直播间呢还有50多号人，喜欢主播的关注点起来。明天呢我们直播时间早上是10:30，下午呢是4:30啊。主播到底有多高呀？主播在板起，主播。可以，板起是主播本人，我叫二小姐，我不知道在板起，你们上去找一下，我叫二小姐，好吗？买车认准楚雄路宝行，到楚雄路宝行买车呢，认准二小姐啊。我们有新车以外，有二手车，还可以接受置换。当然，你们买保险呀，做售后的这些都可以找到我本人的。一毛钱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走过路过，千万不要错过。亮一个灯牌往前站站啊，亮一个粉丝灯牌往前站站，站后面啥也看不着啊，净看人家的后脑勺。对，关注亮起来，没点呢点起来，不然一会我下播大家找不到我了好吗？ PD 欢迎 PD， 欢迎于同学，欢迎 PD， 谢谢您的关注，大家没点关注的关注走一波。宝马540是的，小王同学，这个是540，这个是540六缸 3.0T 纯进口的车型，百公里加速5.1秒的成绩。揽月顾不上了，欢迎来到楚雄路宝行。谢谢您的关注。我是来自云南楚雄鄂家的，我的老家鄂家的鄂就是跟这个朋友是一样的鄂啊。看问价格的，大家可以扣啊，随。